颗粒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，大姨，这是哪个地方？灵宝是川口乡。咱种草莓多少年了？6年了吧。啊，咱种草莓也使用过巧克力是吧？用过。啊，用了几年了？3年了。种了以后，你看咱这个巧克力在草莓上有啥效果？那小果厚没？发芽果比较多，叶片浓丽。一般这个糖度的话，达到多少就算合格？16-7吧。16-7。嗯。甜度我尝了一下，就最低也得在16度。这是几月份移植的？8月份。这是哦，这是第几茬果了？这是第2茬果。你使用巧克力以后，这转色这一块有没有是什么效果？啊，红红快没。这一个棚有多大？1亩。哦，当时冲的话，一亩地冲多少？冲20。20斤。啊，这也是滴灌吧，是不是？哦，滴灌。